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系列剧《极限时期》的各位主演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《极限时期与你同行》梁靖康、杨超越，《极限时期》华魂郭子凡，《极限时期》寇杀徐梦洁，有请四位，欢迎四位，来这边请。好，我们四位站成一排，然后一起，好，女生站中间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一起比出这个致敬七十的致敬礼，一起看一下，往左边一小步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。好，看一下中间摄影师。看来我们的极限时期也是特别受喜爱哈，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各种抢拍。来，我们照顾一下右边。好，看回中间的摄影师。好，我们看中间的摄影师。好，我们给摄影师多一些拍照的时间，也希望好帅帅的再拍一张，美美的再拍一张，是不是？好，左边照顾一下，我们一起用这个特殊的方式来致敬祖国七十周岁。好的，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也有请四位走上我们的传送带，去到张大大的火锅具有料直播间，这边请。我们四位一来到我们的红毯现场，就像刮起了这个青春的风暴哈。那既有阳光少年梁靖康、郭子凡，又有像火箭一样的火箭少女101杨超越、徐梦洁，那我们相信系列剧《极限时期》一定可以为大家来呈现出一部青春热血的运动剧集，大家拭目以待。